小朋友们，你们好。今天老师要带你们一起来做千岛娃娃的练习。首先，先拿出你们的这本书，然后打开到第十八页，好吗？准备好你们的铅笔哦。我们首先先看一下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是大。好，那小朋友们跟着老师的笔画一起写哦。首先我们先写横，再来撇，捺。好，我们再写一遍，横撇捺。好，再来一遍，横撇那。好，这个呢就是大，跟老师读一遍，大。好，那后面的空格呢，小朋友们要把它写完哦。我们看接下来的字，这个字是小，小。好，来，小朋友们跟着老师的笔顺一起写哦。首先我们先写竖钩，然后撇点，再来竖钩撇点，再来一遍，竖钩撇点。好，这个就是小，小。那后面的空格呢，小朋友们要继续写完哦。我们再看下一个字是上，上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笔画是怎么写的。我们首先先写竖，然后旁边横，下面再一个横，我们再写一遍，竖横横。好，我们再写一遍，竖横横。好，这个就是上，上。那后面的空格呢也是一样，小朋友们要记得写完哦。我们看最后一个字，这个字是下，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笔画怎么写的。首先我们先写横，然后竖点。好，我们再写横竖点。好，我们再写横竖点。好，这个呢就是下，下。那小朋友们也要记得把这些空格都写完哦。那我们今天的练习呢，就先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再见。